浩子，你怎么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想到可怕的事情。你是不是怕结婚啊？没关系，很多人都这样。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就怀孕了，双方家长都觉得这是家丑，所以就没有婚礼。后来我看到我的同学结婚拍婚纱照，个板凳车出侪人客，有够闹热嘞，我都足心酸嘞。真正足歹势，佫害你陪我来山顶找教堂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嗯，我还要感谢你呢，怎么会你对不起我？我是说这场婚礼办得太匆忙了，没有时间筹备，真的很抱歉。今天婚纱拍得很累吧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到教堂我再叫你。真的很累，也没什么经验。啊，拍婚纱照怎么这么累？好吧，我眯一下。好。哎，哎，你刚才是不是跟这个女人，还有一个小伙子拍照？你敢讲哦，两个少年拢为着这个查某安尼安尼在咧争啦。他们人呢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讲？我是他儿子。啊？哎呦，少年的啦。唔通安尼母子乱伦啦，安尼是会下地狱的啦。要多少？我堂堂梁家照相馆第三代传人，你今天要用这1000块钱来羞辱我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你要用这1000块钱来感动我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他们在哪？我是听着讲他们好像在桃园的一个山上啦。啊，哪一个山哦？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啦。桃园的山上。嘿啊！这里是哪里啊？不知道啊。大概2个钟头吧。哦，怎么啦？车子坏了？嗯。我看看，你把引擎盖打开。啊！我想要跟你讲，其实我一直在骗你。对啊，你骗我啊！你说要带我去看流星雨，弄个博啦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我也在骗。我的鼻子是假的哦，假的假的。走吧，我们去找教堂。老板，我要买喜饼。好好，看一个戏，看一个戏。老板，我们要买喜饼。好好好好好，好哦 好, 好，马上好嘿。啊，哈，有一根毛哎。什么的毛？这我的吹手啦，这是头家我的啦，你知道？老板啊，嘿，
我们要买喜饼。好好好，啊，你要订几盒？当时要订啊，哈。两百盒啦。哦，两百盒。今仔日要订。才有可能啦，今日订，今日就做好，我就唔是神仙个咧。早考应该有啊。后壁呀，后壁佫剩几盒？五盒。剩五盒尔啦，今日剩五盒啦，买无？啊，是阮等一点钟啊，敢有？无可能啦，哎。过到因兜吼，买七八盒迄落喜饼啊。好。签，迄落签收一个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啊，这爱你爱甲处理一下，哦，处理一下，较紧的哦，过档的咧，哦，好好好好好。无啦，今日无法度啦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想请神父帮我们证婚。神父正在驱魔。驱魔？对，稍等一下可以吗？好了好了，你这个洋娃娃里面那个海绵宝宝已经被我驱除了，从今以后你可以开心 study 了， happy forever。 Thank you。 神父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跟这位先生想要请你帮他们证婚。啊，结婚就结婚，太多家里那麻烦咧。恁若真心相爱，上帝自然就赐福气。那是虚情假爱，爱爱爱爱爱爱，就算天公伯也清楚，好汉甲恁证婚也无什么效啊，天使的路用。你讲安尼对唔对啊？谁？我当神父几十年，帮一大堆人证婚，他们都在我面前发誓会永远爱对方，结果离婚了，也没有半个人回来道歉。神父，我前夫死了三十年，能够在教堂结婚，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梦想，我请你帮帮忙好吗？神父，我可以告解吗？啊，告，都要麻烦。有些话我想私底下跟你说。神父，我跟你说。等，别急啦，还叫 SOP 你嘞？先画十字，然后亲一下十字架，然后打开中间的小木板哦。然后我要说，你想告解什么？可以开始了吗？阿哥吼，好了，好，来，开始来。我很迷惘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很痛苦。很好，我就要在上帝面前对牡丹许下承诺了。可是我必须说，我是坏人，我有罪。没错。我以为得到牡丹就可以一步登天，还可以报仇。我追求他的动机根本不单纯，但是这段时间跟他在一起，我发现他是很纯真、善良，而且身材虽然娇小，但是前凸后翘，该有的都有。雪白的肌肤，像一个小辣椒一样，完全不像一个快五十岁的女人。我了解。怎
什么？我讲吼，我了解他很善良哦。我讲我，你别管我啦。我是个爱情的骗子，但我真的很希望神父能替我们证婚，完成牡丹的愿望。神父，拜托你答应我。你会得到救赎的。所以你愿意了。我是讲吼，谢谢你，师父。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，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，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， 让我重新认识 LV。太拔辣了，能不能请你谈一谈你夺得公司之后怎么样经营它的？我那时候以为成功了，其实事情还没结束。浩子，谢谢你。我听说志伟好像对员工不太好。对啦，比较小气。其实他人不坏，只是看起较重而已，这也不能怪他，因为较早阮的环境都无介好。因爸爸阁过身了足早，我一个人开一间细间的干妈店。偷偷给饲大汉。细汉的时阵，志文爸爸真早就过身啊。我靠这间干妈店给饲大汉。我们很穷，买不起玩具，志文只能够叠铜板。邻居的小朋友吃麦当劳汉堡，我们吃不起，志文只能够拿两个铜板夹一片小黄瓜，假装那个是汉堡。只有钱才是志文忠实的朋友。所以他才会变得那么爱钱。这要怪都要怪我，我无能力回过真好的生活，我嘛无好好甲教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难过了，我把车停好送你上去。谢谢你。谢谢你帮我完成在教堂结婚的梦想。其实我知道你可能不是认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，不过我真的很开心，你不觉得吗？大家都想要在一百年抓住些什么，但却有一些是抓不住的。谢谢你陪我，我才不会那么孤单。哎，早一点休息吧。我们明天就好好的把这一出一百年的戏，在最后一天把它演完 ，OK 吗？